哦，哇，这里有冰水，各位谁要？哎呦，这也太冰了！一二三四五六，放到这边应该很快就融化了。曾经有一个人跟我讲过，要我做一档节目，叫做。 看谁不说话，就意思差不多就是，把这个节目吗？对他就是看几个都不喜欢，不怎么说话或者说不明白，说不清楚啊。你是就是个节目是吗？对对对。哎，我这是没有说的不明白吧？明白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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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止去比，明白吗？ 我的PowerPoint跟我说，我说的很明白哦。这次我站比做好，做比站比做好，然后站好一下去啊。说不明白，我怕我说，反正这个节目大家不说了嘛，一个不说话，一个说不明白，一个什么说不利索。这就是街舞，这就是熬夜啊！第一场采访，三二一，待会我说不明白，说明白了吗？ 明白了，好，好，哎，我也不知道我说明白没有，非常明白，我都懂了。明白？不是，你不是明白，我是说不明白。我是说不明白，说不利索。他是不说话，不利索的意思就是，你说话因为普通话本身会有时候遇到难以表达的词汇，所以叫说不利索。那我这是蛮好的。哦，很利索，是吧？我有两对组进来。 说清楚一点，他肯定不会给你重新讲的。是为了证明他们说的不对，对不对？为了打破他们的对我们的印象，对不对？里面有什么？苹果。苹果。橙子。梨。你有听过冰子、橙子、橘子、狮子、梨子、梨子？啥？冰子，橙子。这什么东西啊？ 就很多水果，这是一段绕口令。他们说那个我们说的不够利索。我很利索，你很利索。那你先来，冰子、橙子、橘子、柿子、李子、栗子、冰子、橙子、橙子、橘子、橘子、柿子、柿子、柿子、李子、李子、栗子。 梨啊，说了，要说快一点。冰子、橙子、苹果。哎，就反正我顺序不知道，但是我是说得了的。我听过，你听过的。我听过，听过。我不是很不知道它那个顺序，就像意大一样，应该。冰子、橙子、冰子、橙子、橘子、橘子、柿子、李子、李子、梨。嗯，还听过吗？ 冰子、橙子、橘子、冰子、橙子、橘子。我个人觉得哈，这段我们还是别播了，因为就是没有一次能够说顺。橙子、橘子、狮子、李子、栗子、梨。哎，这个是我的专业，我可以考个大家一个简单一点的。门上吊刀。 刀倒吊着，门上吊刀，刀倒吊着，过关。门上吊刀，刀倒吊着，过关。你没有听我的，来，门上吊，门上吊刀，刀倒吊着。哎呦喂，哎呦喂，哎呦喂，这个超级难。你刚才差一点点哦。门上吊刀，刀倒吊着。耶！再也不许说我们的队长不会说话了。 过了吧，先过了吧。厉害厉害厉害 ！OK OK。
我觉得今年还有一个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这次的开场大秀，陆总发了疯了一样了，搞了一个我们一个户外的一个大秀，然后一个400人的大秀，看见阳光。其实当时时候我定这个方案的时候，我就想，哎呀，其实太辛苦四位队长，但是这感觉就是一定要把从晚上跳到白天的这个整个串联起来之后，它这个本身这个片子会给人很大的希望感，所以这些主题本身用这种街舞的方式来去让整个社会都充满了一种能量，这种能量其实跟街舞的精神就很像，就是 battle 嘛，跟现实 battle， 跟困难 battle。对，因为我主题是为爱而战。那这个灵感怎么来的？其实就是舞者的亲身的经历给我的这种感觉，因为晚上象征的其实是一个人在一个比较压抑和低沉的一个时候，早上就是一个有希望的时候，就是经过一番努力以后看到希望。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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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个，是这种感觉。几位队长应该是第一次从晚上跳到早上吧，如果没记错的话。通常我们都是练起舞，然后在组合里或者什么的。哦，也有是吗？对，就舞蹈房练一个通宵。但晚上跳到早上是一直在 free， 然后 battle 这种这么愉快，就是那种这么高强度了啊，气氛第一次。我在那个天亮快要亮的时候，我就闭眼睛在擦汗的，我大概闭了1分钟嘛，对，起来，哎，起来就从黑天到白天了。我这个过程觉得特别奇妙，就我坐在那边。本节目由深入味的勇闯天涯 Super X 独家冠名播出，小蓝瓶配火锅，要一起才更酷。我用我的毛巾救了一个你那边的 crump， 因为太少了跳 crump 的人。我们跳 crump 的人好像很少哈。对，当时是没看明白那个百分比吧？我看明白了，大概20个、30个。就一个，他们那边有3个呢。啊，是一名 hopper， 是目前来说中国。